主料灵芝15克，辅料沸水500毫升，蜂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灵芝手撕成小块，容易出味。蜂蜜杯子过滤得，用温水冲一次灵芝，放入保温杯里，倒入沸的水慢泡半小时，把泡好的灵芝水过滤至杯子里，待水温降到40度左右，加入蜂蜜调和即可饮用。烹饪技巧，灵芝味甘苦，饮用时可以加蜂蜜调和一下，也可以不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